走出体温低谷，重焕健康活力。老杨足疗按摩袜畅通经络无限，身体常年体温偏低，经络淤堵，你是否屡次遭受身体的不适？当手指甲的半月牙逐渐消失，指甲色泽由粉嫩变得苍白，这是你体内状态不佳的明确信号。为了改善这些状况，你需要有效的方法来畅通经络。老杨发明的足疗按摩袜是你最佳的护理选择，它将成为你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。足疗按摩袜是一款神奇的足部按摩艺术品，凝聚了现代科技与中医经络养生智慧的精华，针对足部特殊穴位细致设计。该按摩袜能够刺激经络畅通，提高身体温度，使你告别因经络堵塞而带来的困扰。使用老杨足疗按摩袜非常简单，只需每天穿戴并行走即可。它将无形中刺激足部穴位，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。若你希望进一步调理身体机能，不妨配合五色五味食疗法，选择针对身体需求的色彩和口感，从而全面改善身体状态。足疗按摩袜的价值在于它的舒适质感和卓越品质，轻松佩戴，既不干扰工作也不影响生活。该款按摩袜采用优质材料打造，凹凸按摩点触感柔软，贴合足部曲线，使你不仅享受到按摩的快感，更能拥有舒适的穿戴体验。其特色设计针对足部各个穴位，有效刺激经络并调节身体机能。别让体温低谷在折磨你，选择老杨足疗按摩袜，你将迈入活力焕发的全新生活。数不胜数的顾客对该产品赞誉有加，他们的身体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，告别体温偏低，重获健康活力。从老杨足疗按摩袜开始。